学，请看华藏世界品风人寄诵第一首，世尊往昔与诸友，微尘佛所修净业，故获种种宝光明，华藏庄严世界海。我们一首一首的来看啊。这个清凉大师的注解，诸位自己参考啊，并不很难懂。我们在一起学习，最重要的读了这个经文，怎样落实到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啊，希望我们能够啊其如佛的境界啊，这样才真正达到我们学佛的目的。世尊，这个世尊是指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名号的意思是遍一切处。那我们要问，有没有这个人呢？到底他是表法还是确有其人呢？如果就法体上来讲，万法皆空啊，佛国亦空啊。这前面我们也曾经读到，所以我们会升起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人？学净土的同学啊，如果有人问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意思是无量觉。无量觉，换一句话说，他的智觉遍虚空法界，这叫无量觉。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个人呢？有啊，啊，确实有这个人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是这个法藏比丘修成。法藏比丘没有出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大国王，世饶王。啊，所以在佛法里面显示出来的，啊，修行这个人，这是相啊，名号所含的那是理呀。离世无碍啊，世事无碍啊，所以毗卢遮那佛这化身佛了。化身佛是从理上讲的，啊，理体上讲的，
报身则成卢舍那。应化身呢，就称释迦牟尼。这是通常我们讲三身。三身呢有三个名号。这三身是一，一二三，三个一。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观察，疑惑就断了。毗卢遮那如来，往昔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下一句就显示出来了，微尘佛所，你就知道这个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与诸有，这个诸有是指六道啊，六道里面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通常佛称它做三有。欲界有，有什么呢？有因，有缘，有果。色界有，无色界有。凡是讲到诸有，多半是指三界六道。这个里头好修行啊。这个里面修行的速度快呀。岂不闻经教里头常讲啊，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了。娑婆世界不坏呀，那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呢？没错，这个世界修行呢，叫大起大落，大风大浪，大起大落，起得很快，落得很快。这就说什么呢？这个世界有进有退，有大进大退。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他那个地方修行是风平浪静啊。这个地方修行真是一万个人修行难得有一个人成就什么原因呢？退缘太多了如果你能保持不退呀，这个世界修行呢远远超过其他诸佛刹土问题你能不能保证你不退转？这是我们自己已经体验到了顺境善缘。动不动心，逆境恶缘，你动不动心？心一动，七情五欲、贪嗔痴慢了，那就不行了，马上就落下来了。
学佛学什么？我们要向过去古佛学，要向现在住世的这些佛学，阿弥陀佛现在住世啊！佛在经上讲的，药师如来现在也住世啊，他方世界的佛。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学习的中心就是修净业，不是染业，那诸位要晓得。善业恶业呢，都是染业。得的果报不能超过六道。恶业的果报是三途。善业的果报是三善道。不能处离呀。这个处离三有不能处离三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三世诸佛都是六道凡夫修成的我们今天在六道是凡夫，我们看看这些诸佛如来他们修成了，我们也能修成啊！真正要想修这个修成功，你一定要向诸佛学习他们是过来人。学什么呢？学他们所想的思想、见解、言说、行为就是学的这些。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只有一桩不一样，除这一桩之外没有什么两样哪一桩呢？佛菩萨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众生的福祉，没有为自己。凡夫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忘不了自己，我们要学佛，你要不能抓住这个重点中心，你怎样勇猛精进你也学不下。这就是头一桩，我们要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轮回心是迷是自私自利菩提心是觉大公无私。只知道
有众生。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为众生造福啊，愿众生享福，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包含着自己啊，真的就像真正有爱心的父母啊，照顾他的儿女啊，全心全力照顾啊，啊，好的东西自己不吃，给儿女吃。啊，婴儿，你看做母亲的。推干就是啊，啊，晚上睡觉，啊，这个小孩撒尿了，床铺湿了，啊，赶快把小孩啊放在干的地方，自己躺在湿的地方，学佛就在这些地方学。苦难佛菩萨来承担啊，善果一定要给众生去享受啊，这是佛法啊，这是真正觉悟啊。决定不是自己有特权的享受啊，让众生在苦难当中，这不是佛菩萨，这个没有慈悲心啊。所以真正学佛的同学，你要仔细去看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他是怎样的心态，怎样的行为对待社会大众啊，对一切人事物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我们看出了他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福报。帮助众生啊，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有没有生活在很苦的境界里头的众生呢？有啊，啊，贫苦乞丐啊，佛也常常遇到啊。佛为他们说法，为他们祈祷。啊，这个祈祷大家好懂，佛法里面讲咒怨。啊，这个
佛家的咒愿，就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祈祷祈福，教导他了啊，他为什么受这个贫穷困苦的果报？他前世没有修善因呢，这一世遇到的苦报啊，佛这个方法就是帮助他啊。他如果觉悟了，如果肯回头断恶修善，他的果报就转过来了啊。这一桩事情诸位同修看《了凡四训》，看于敬义欲造神迹啊，如果你真相信，转现前苦报不是难事啊。你懂得修因嘛，积极认真努力的修善因啊，断恶修善，果报能够提前呐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勇猛精进呐啊，断恶修善呢，他能够比起这个弥勒菩萨提前九界成佛，那果报提前了。本来他成佛是在弥勒之后啊，现在变成在弥勒之前了。啊，这个意思岂不是有时候告诉我们吗？我们先前有艰难有苦报，我们认真努力来修学。本来我们这个修的因是来生才得果报的啊，你要是勇猛精进呢，不要等到来生呢，这一生就得了，提前。这个事情多啊，不胜枚举啊。为什么不干呢？佛教导我们是给我们讲这个道理，然后教我传给我们方法了。佛，我们没有钱，佛不是来给钱给我们；我们没有吃的，佛不是来给粮食给我们，佛不是这样的呀。佛是给我们讲啊，你贫穷贫穷因在哪里？你把那个因断掉啊，果报就改过来了啊。你愚痴没有智慧，没智慧的因在哪里啊？多病啊，身体不健康都有因素啊，把因找到啊。这其中佛菩萨教化众生往往做种种的事情，身体不健康，我们在世出世间看见许许多多有成就的人这个没有造成他的障碍啊，真正会造成修行正果障碍的是头脑不清楚，那就成了大障碍。
如果神志清楚，身体欠缺，他一样成就啊。往往他的成就惊人。那么这里面不乏佛菩萨示现来教导我们呐。我们看这样的人都能够成大功建大业。事出世间，在历史上这种人很多啊。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你就会觉悟了。这些人有智慧，虽然身体有残障，他欢喜。为什么呢？他知道前因后果。他能转境界。这个一点点小的障难没有障住他。成就他的圣果啊。那个障如果我们世间人看呢，障碍了一些世间人荣华富贵的享受。这个肯定。会有这种障碍，但是对于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的，不会障碍的呀。这个要紧呐！世间荣华富贵的享受，古人有比喻。跟《金刚经》上一样，那是梦幻泡影啊！不能把它当真啊！一定要学佛菩萨，修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敬业，纯善纯净，不但是出世间诸佛如来法身菩萨，世间的圣贤都不例外。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艰难，绝对不会怨天尤人。怨天尤人是凡夫，是迷惑颠倒的人。他知道前因后果。这一句里头，未成佛俗，这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也就是说明世尊过去修行在哪里修的，在未成佛俗。未成佛俗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人事的环境，物质的环境，这个里头意思深呐、没有读华严这一句难懂啊。读了华严之后，我们就晓得，夜夜微尘里面，
由世界海微尘数世界，在其中啊，这不就是说明了我们现前六根所对的六尘境界啊，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你什么时候离开了？啊，一分一秒一刹那都没离开啊。非常可惜，我们无知啊，在这个静缘里头造业啊，这个就是经典上常讲可怜明者呀，啊，这就是迷，绝了呢，在这个境界里修行正果，做佛去了，啊，迷的人啊，在这个境界里造作罪业。这个不一样啊！啊，我们要学觉悟啊！一切人事物里头，我们常常说，凡夫看自己看不见啊，看别人看得很清楚。圣人教给我们，哎，回光返照，那就是回头是岸了，那就是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外面的境界，外面的人事物啊，它是善的，这个善恶标准最高的是诸佛如来啊，最低的世间圣人所说的啊，如果在佛法里面讲呢啊，最高的当然，古时候祖师大德公认《大方广佛华严》啊，最高的；最低的呢，《阿含经》《小乘经》啊。我们读这些经典啊，把这个标准呢拉到了。一切人事物，它是善是恶啊，是大善大恶还是小善小恶，我们明白了啊。善的我们立刻回头看看自己有没有，自己没有，立刻就效法。我要学习，啊，学而时习之啊！啊，看到外面境界，人是无我的，立刻回头，我有没有？如果有呢，立刻就要改过啊！这个就是修行呢，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啊，这是佛法的标准啊，世法的标准也不例外啊，
是法世间圣人的教诲是标准。中国几千年来接受儒释道三家的教诲啊，孔子叫仁叫义，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仁义了，仁者爱人。想到自己，立刻就要想到别人。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见不到了。啊，义者，义也就是我们做事做到恰到好处啊，义也是义务，就是尽心尽力为别人服务，都能做到恰到好处，这叫义啊，绝不希求报酬的啊。如果里头有报酬，那就不是义了，义是义务吗？有报酬哪里是义务呢？现在你看许多同学在这个道场做义工，不拿报酬的。如果拿报酬啊，那是雇员啊，那是雇工啊，不叫义工了。佛为九法界一切众生义务的劳动啊，义务工作啊，佛不求人报酬，不求任何报酬啊，所以他行的是大仁大义，为一切众生解除苦难啊。那么现在人为了自私自利加于别人的苦难，所谓是损人利己，现在是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变成现在教育里面的中心思想啊！你看从小就教什么呢？竞争，诸位想想，竞争是不是损人利己？啊，竞争在提升就是斗争，啊，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这要命啊，这死路一条啊。儒讲啊，孔讲仁啊，孟讲义啊，佛讲慈悲啊，他们所作所为的是损己利人啊，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这圣人跟凡人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此地啊。那这样说起来，哎呀，学圣人不是吃大亏了？凡夫眼睛里面
好像吃了大亏了。啊，那是凡夫看走了眼，看错了人，你也没把事看清楚。啊，但是一定能看得清楚的。啊，古人常常说嘛，日久见人心啊，时间长了啊，你就见到了。啊，孔老夫子一生损己利人，啊，我们现在的话讲牺牲奉献。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也做的是牺牲奉献。只有别人利益，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啊，结果怎么样呢？他得大利益了。千万年后的人们纪念他，称赞他，还要向他学习。啊，那个一时自私自利的人，念念损人利己的人，死了以后啊，淹没无闻呐，没人知道了。这时，我们从形象上来看呐，现象上来看呐，如果从因果上看呢，那差别就大了。舍己为人，他往上升了。啊，佛家讲的十法界，啊，我们的人法界往上是天呢，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四圣法界、一真法界，它不断的往上升啊。损人利己的人啊，他往下降啊，下面出生恶鬼地狱，这个果报差别太大太大了啊！世间人不是完全不知道啊，啊，也有一部分人知道得很清楚啊，啊，但是这里头有知道很清楚的，他还不能改过，那是什么原因呢？在佛法里面，总的说法，业障太重。烦恼习气太重，啊，外面妖魔鬼怪诱惑，他经不起，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虽然知道，还是犯过失。啊，这样的人，佛在经上也常说，佛不能救我。啊，佛跟他讲的他不能听啊，听了做不到啊，啊，叫佛不能救。啊，佛不能救，那是不是佛的能力是有欠缺呢？不是。佛是有圆满的大德大能，啊，那为什么不能救呢？佛还是救，啊，这一世没办法，啊，佛救人呢，时间要长啊，这一世救不了，这一世给你种了佛的种子，
你的罪业你必须要承受，就是你造的这个罪业就好像世间人犯法一样，你一定要接受啊法律的惩罚。啊，你造罪业了，危害社会了，啊，你要坐牢啊，你要判刑啊，服劳役啊。到你刑期满了，啊，你离开出来了，从监牢又出来了。佛再来帮助你，你的业消掉了吗？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现在造作的罪业，你堕畜生是消业，你堕恶鬼啊，堕地狱都是消业障啊，把你过去生中造的这个罪业在那里头消除。那你出来之后，佛菩萨帮助你啊。但是我们在地藏经上所看到的，地狱罪业受满了，出来了，得到人身，得人身之后他又造业，死了以后又到地狱里面去了。地狱里面那一些小鬼看到他，你怎么出去没两天又回来了？对的，啊，这什么原因呢？卧息期没断，这样不断的两头跑。当然他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了又出来，又出来的时候他这个习气就要轻一些了，他可能还要去啊。有些真的往返百千万次，然后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清醒过来了。所以业障不要消除尽，你的善根不能发现了。啊，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遇到善友，啊，善知识，我们的善根发现。啊，这个善根发现，能保得住保不住呢？太难了，很不容易啊。几十年中保住不退转，难啊！要什么方法能保住呢？世尊为我们实现的49年教学啊，你只要没有离开学校，哎，天天上课，天天学习。你就能保持得住，这个方法确确实实真的保持了90%以上啊！不用这个方法，那个淘汰率就太大太大了啊！100个人当中能保持10个人就了不起了啊！90%都退多了。那么也许我们要问了，世尊在世的时候不错啊，有机会跟着他啊，天天接近他老人家，我们能保得住？现在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了，祖师大德也没有了，我们跟谁呢？这个是你迷而不觉，你要真正觉悟了，经典所在之处啊，就是如来所在之处。啊，你看看，
在佛教史上，有多少人的一生修行正果的？他就是学一部经，一个法门，一生不改变呢，天天读经，时时思维经义，想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一教奉行，一生不离开啊！我先前讲的，时时刻刻拿这个标准来对照啊，我起心动念有没有违背佛的教诲？经典所说就是佛的教诲。我们从最浅显的地方来说，佛教我们不杀生，我做到没有？是啊，我是没有杀生呢，我现在都吃长素了。这在形式上好像是没杀生。我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里面，有没有障碍别人？这个障碍是障碍别人的善缘善思。如果起心动念确实伤害别人的善人善思，这个是这个杀生这一条里面的一分呢。杀生里面有恼害众生，你让众生生烦恼，你害他。那么这个恼害，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这个过失小，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个造业轻重大小，果报一定相应，从哪里看呢？从它的影响看。如果这个人他造的这个善行善业，他的影响力很大很广，影响时间很长，他是个好事，你把他障碍了，这个果报是地狱罪业了。他的善行影响不大，影响的时间不长，你障碍他了，这个罪业小，那就没有那么样的重。你去障碍他，但是障碍没有成功，这个没有罪，这就变成过。所以罪跟过有差等的，这个果报不一样啊。我们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看到，有两个人，这都是出家人，出家人障碍出家人，为什么呢？嫉妒障碍，两个比丘，讲经说法，法缘殊胜，那么这个比丘看到了，心里面嫉妒，想方法破坏，在这个听众里面造谣生事，让听众对于这个比丘丧失了信心，不再听经闻法了，他这个障碍呀成功了，把这些听经说法的人这个法缘断掉了，这断众生发生慧命了。
果报多地狱啊。这个佛在经上讲的，堕地狱时间多长呢？1800万年。单位是万呢，1800万年了。我们知道佛这个说法，1800万年是我们世间算的。这个世间跟地狱有时差。在地狱里面呢，他经历是无量劫了，我们人间1800万年了，从大地狱转到小地狱，何必造这个罪业迷惑对自己对别人造成严重的伤害。觉悟的人则不然呢，觉悟的人呢，他能修功德。怎么呢？他到处宣扬，哦，那个道场讲经，某个法师讲得不错，你们大家继续听。那他的功德了，无量无边呢，那就这么一念。一个往上提升呢，一个往下堕落，一念之差了。善恶业是这样造的。发起殊胜菩萨之要经，我讲得很详细。我记得我讲过三遍。都有。现在好像都有光碟流通的，值得诸位做参考。现在时间到了。